姐，这个能便宜一点吗？我们这是专柜，不议价的。为了买这个，我好几天没吃饱饭了。姐姐能不能便宜一点啊？小妹妹，我看你也不化妆，是买给妈妈吗？不是，我买给同学的，可是我真的没有钱。妹妹，你先别哭，出了什么事儿跟姐姐说。她经常拿我东西，爸爸给我买的新鞋子也被她穿走了。她不开心就要来骂我，吃饭我要躲着她，每天午睡都不许我睡。如果我今天不买回去，我就真的不敢回去了。姐姐，你再便宜一点吧。这一套我免费送给你。真的吗？好了，不哭了，多可爱的小姑娘，再哭就不好看了。他们天天嘲笑我丑，说我是土包子。你一点都不丑，来，我们每天洗脸是去不掉脸上的死皮和角质的，角质多了脸就会发黄，这款去角质慕斯去角质效果超好，而且还不伤皮肤，多漂亮的小姑娘。以后要对那些欺负你的人勇敢说不，做强大的自己。谢谢姐姐。等一下，回去告诉欺负你的那个人，我们店里做活动，到店就送三盒面膜，让他赶快来一趟。喂，不是说有面膜送吗？他要骗我就死定了。这倒霉孩子来了，每天午睡都不许我睡。回去告诉欺负你的那个人，我们店里做活动，到店就送三盒面膜，让他赶快来一趟。喂，不是说有面膜送吗？他要骗我就死定了。来个会喘气的。你是小野的同学吧？你说他呀，我是他老大。面膜呢？我们店里现在免费送面膜，还能免费化妆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我就说嘛，那个土包子怎么突然变漂亮了？来，给我也画一个。你这个头发挺个性的呀。那当然，我打扮的挺时尚的。那你找男朋友了没？哎，有好几个男生喜欢我，天天缠着我，我都不知道选哪个。你怎么确认他是真的喜欢你呢？肯定是喜欢，我每天给他们钱花，他们对我可好了。我们班不管男的女的都听我的。画好了你看看。啊，你画的什么？你玩我，我这样怎么出门？现在流行这种。你给我老实点。你这种打扮花里胡哨的，自以为自己很美，其实才是真正的土包子。别人围着你转就是因为你有几个臭钱，不然你连包子都不如，包子还能交狗不理呢？靠金钱拉拢几个狐朋狗友就以为自己是大姐了，你有几个真心朋友？欺负别人的时候要记住，早晚会被别人欺负。回去给小海道歉，不然还不快去。哎，面膜。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。